Richard，请大家鼓掌。OK，大家晚上好啊。OK，好久不见了，好久没有在那个出堂的北方的平台出现了。感恩，感谢主。来，放马过来。哎，放马过来。OK，好，我们今天是用那些有点像访问呐、啊，可是倾偈啦，唔系访问，系倾偈啊，倾偈啊，说中文加广东台都可以啦，等等啊。OK，喂，Alfred，点啊？前前后后去咗几多日？前前后后去开成十日，你知啦，坐星航直飞都要成16个钟头几啊！净系飞单单飞就系星航都已经用开三日时间咗开去，所以都系感谢 Energy 啦，可以俾你咁嘅机会，有咁嘅经济啊，可以飞出去啦，唔容易啊！尤其是你知噶啦，呢次同上次隔离咗去我哋嘅大会，应该有相差有成5年啊，而上次是2005啊，我记得系好似个 passport 是2005嘅时候，2008啦，依家2013啦，有五年咗，2018、2020、2023，系啦系啦系啦，5年。2018你去，2019我有去，你冇去咩？2019，我哋咪有去美国咩？2019你同阿 John 你同阿 John 去，同阿 John 去噶嘛？跟住我记得冇啊，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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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次啊。2019，哦，唔系，我哋系去 GoPro 啊，系咪啊？去 GoPro 去新加坡嘅时候，我见到你仲有上台攞奖嘅咧。我最记得嗰时你请我饮杯沙巴咖啡，最记得嗰时。系啊，有啊，有沙巴咖啡啊，你有饮过？嗰时我仲系上级嘅咧，嗰时我仲系 A6A2 之后先系。OK，所以翻嚟中文台一下先啦，中文台。所以那时候，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去啦。我们这次去的是 Alfred Chan、Kenny Chan 还有啊 Jennifer 三位啊，他们三位代表 True Health 对吧？ACG 啊，他们有去哈。OK，十日啊，十天晚上你在全部来来回回啊，十天啊，有多少天是住酒店的？多少天晚上住了多少天？除了在两天是在飞机场住的话。所、大概8天都是住在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酒店。OK， 所、他们这次是8天都在拉斯维加斯，又没有去别的地方，你还开心吗？8天都住拉斯维加斯？啊、其实不是不很开心，是天气太过炎热罢了。其实刚才七师傅你播在前面的时候啊，你不是看到里面它有那个威尼斯那个在看那个水上乐园啊，就是那个 shopping mall，我就是住在我们酒店。对面罢了，我有带简妮弗去，只是我有帮他简妮弗拍照啊，因为他们有坐船的那还是坐刚才你那边播出来啊那个地方，还有那个你是住哪个酒店？我们住那个住哪个酒店？我们住那个酒店是 Mirage Hotel。Mirage Hotel 啊？啊 ，Mirage Hotel 就是刚才就是在你刚才播放不是有他们坐那个维纳斯船发船那地方？莫曼泰，我们现在就带你们去看 ，OK？ 看到没？OK， Las Vegas。OK， 来，带你们去看啊！所以那个那些有没有读地理啊？没有读地理的人，快点来这边看清楚啊！Las Vegas 不是在非洲啊，Las Vegas 是在美国。OK， 是在美国的西海岸。啊，我老婆帮我影像。Las Vegas 的西海岸 ，OK， 所以这个就是洛杉矶了，洛杉矶，这是洛杉矶，洛杉矶是 Los Angeles Hollywood 和 Hollywood 大道就是在这边了。这次啊 ，Alfred 他们没有去哈、哦，那、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叫做 Anaheim 的 ？Anaheim 是我去的，美国的第一个Energic 的，我第一次去 Energic 的机会了，就是在这里了，因为那个是 Disney Park， Disneyland 啊，就是在这边 Disney Park 啦 ，Anaheim，OK。Okay? 那么呢，这次呢，他们去呢是拉斯维加斯呢，就如果是坐车的话，还要3-4个小时才去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哈。那么拉斯维加斯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人坐的，每一个人都坐啊？你要么走啊，就是去跑这条路，叫不是星光大道啊，这个是 Las
Los Angeles Las Vegas Street。OK， 来我给你们看 Las Vegas Street。OK， 没有，我们直接进去看。Las Vegas， 这个是 Las Vegas Street。你想想啊，OK， 刚刚你带你的涵盖啊，这个是 MGM， 右边是 MGM， 左边的这个呢是叫做，这个是很漂亮的，这个是叫做 New York， New York， 啊，这个是叫 New York， New York， 你点目举印度啊，这个是 New York， New York， OK， 那他们是在住在再远一点的地方，这个街是不是是啊，拉斯维加斯大街来的，这两边是不是？要晚上出来这边涵盖是雷涵恭喜啦 ，OK。OK， 这边有一个 Hard Rock Cafe，Hard Rock Cafe， 然后左边的是 Park MGM， 所以 MGM 他们有很多个的 ，MGM 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公司嘛，所以它有很多间 Park 的，有很多间 MGM 的。再过来这个是、还没有到行干去你那里啊OK 左边这个是 Aria 你有没有行到去啊 Aria ARRAARIA 要行要行到，因为太有行啊！我哋慢慢先行入边啦，你哋行入边啦，全部都 OK。呢个好靓嘅，呢个系 Planet Hollywood 啊。有嗰个法国铁塔，就在我们斜对，就我们对面罢了。法国铁塔啊，你这个是叫做 Planet Hollywood， Planet Hollywood 是一个酒店来的，对面就是这个啦。米拉索真好哈！呢、这个系呢、这个系布拉焦，呢、这个系布拉焦。呢、这个冇行啊，太热咗。你冇睇嗰个夜晚嗰个喷泉啊？有啊，阿 Kenny 有影啊 ，Kenny 有去睇喷泉 ，Kenny 有带住你去睇个喷泉，有啊，睇个喷水池。哦 ，OK， 我都冇睇到佢哋相片咧。佢冇 po 出嚟吗 ？OK， 米拉，哦 ，OK， 米拉索雕系咪有火山嗰、那个？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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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火山，跟住咧，晚黑一到钟点又喷个火山出嚟噶啦。OK， 左边这个是 Bellagio，OK，、okay?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 James Bond 的戏的，每次都走出来的，前面有一个大喷水池的那个就是 Bellagio，OK、okay? 啊 ，Bellagio 里面有一个 Bellagio 是、啊、那个 Bellagio 里面有一个 restaurant 很出名的，叫做 Hell's Kitchen。啊，你们如果是有看那个 Gordon Ramsay 的啊，他那个 Hell Kitchen 就是在里面的，然后再过来，那个还没，那个还买 Mirage 啊，那个这个是 Caesar's Palace，Caesar's Palace， 啊，这个都是 Caesar's Palace， 所以左边这个就是星他们的星光大道啊，左右两边都是 Caesar's Palace， 另外啊，那个。Mirage Hotel， 所以他们的是在那个、那条街的最后，系啦，系啦，尾巴那边了啦，啊，这个是 Mirage Hotel， 系啦，对，啊 ，Mirage Hotel， 哇，几多钱呢？一万呢？一万啊，麻子八百几蚊啫咧，八百多块，借啊，八百蚊借啊，只要八万，credit card 离开六千几蚊。八百几蚊啫 ，OK。不过唔系，不过真系有平啲嘅。OK， 佢嘅佢哋 condo 咁样样四五百蚊。因为我唔知道你哋爱，既然你知道，我唔谂到你爱我睇我呢啲表演嘅，你都爱睇我 send 出嚟。有一张好精彩嘅 Jennifer 嘅出水芙蓉，我唔知你哋爱唔爱咧？吓，出水芙蓉爱？你太过分啦，真系要闹死我！佢喺度啊，佢冇反对啊。哎哟，我 send 俾 Bryce， 我 send 俾 Bryce 睇下 ，Bryce 成日都瞓唔着嗰张相。Jennifer 又响，我影入 video 个，你都系静鸡鸡 send 俾我睇好啦，唔好啦吓。Jennifer 就冇反对啦，你睇佢又响 check group 入边，佢冇反对啊。Jennifer 有冇反对啊？
嗱，我先将阿张一张 Jennifer 嘅好靓嘅出水芙蓉俾你睇下。啊，就系在嗰间 hotel 嚟嘅。你俾我睇过先，你俾我睇过先。我 send 过你 ，OK， 得啦。你去 selfie museum 系咪嗰个咩嘅？咩 selfie museum 师傅明白？你 selfie museum 啊？你同月球影相嗰个？哦，系啊，嗰个未开张噶，但系好靓，我影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开张到冇？哦，嗰粒波，哦，我知道啦，真系 building 嚟嘅，系真系一个 building 嚟。系啊，花好多钱噶，嗰个 building 嗰个样嘢花好多钱，但佢未 launch， 佢未九月，其实我哋都好幸运， okay. 因为佢系九月正式系开始 official launch， 我哋去影相咗。唔系，你又 send 咩嘢俾我睇先？哎哟，你都唔好 send 啦，唔好 send 嗰日嗰个，我迟啲先自己睇啦。你 send 俾我，迟啲先自己睇。唔会啦，嗰张相 OK 噶啦，嗰张相系点到即止嘅啫。点到即止啊 ？Jennifer 有冇反对啊？冇反对就 OK 啦吓。OK， 所以你讲呢个后边真系一个 building 嚟噶？系啊，成个 building 佢不定会变入边嘅嘢噶吓。哇，劲哦！呢个入边有冇嘢嘅咧？入边啊，入边系咪一个 building 嚟嘅咧？唔入得去噶，未开啊，未开啊，未开，所以佢会变咧。未开，未开，佢哇，仲有变好多嘢噶。呢个火星啊，系啊，系啊。佢未开，佢未正式开啦。哎呀，呢个靓女边个嚟噶？快啲，靓个靓女，哇！阿 Brian 成三十几岁啊，呢个，诶，够啦 ，OK， 系入正题 ，OK， 好，你入正题 ，OK， 所以啊，嚟，我哋咁你个同我哋 share 下啦，呢一笔系咪响成个呢个啊？这个 energy 嘅系咪？你睇到啲咩 ？OK， 我放相片，你睇住相片嚟讲啦。OK， 我先讲先吓。诶、欸，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OK， 睇到啊，你们都看到哦，这个是啊 ，OK。呢个咧，呢个系 first day 咧，我哋去register 嘅 register。你知每一个 event 咧，佢系三日嘅 event， 所以咧头一日你哋去 register。register 嘅時候咧，佢又會俾你一個 special 嘅 souvenir 一個樽咧真係好靚，因為咧我參加 energy 咁多個 event 咧，佢出一個呢個樽咧係鐵樽嚟噶，可以放熱水噶，又好大支啊！呢個好正嘅，我有 send 俾你睇嗰張相啊，知唔知 ？And then 就好難得又總之咧，其實咧下一次咧有呢啲大會咧，當然啦，美國太遠咗，你哋比較難去，但明年嘅咧。呢、这、一個去Okinawa咧就已經開始就我已經籌備咗啦，所以咧我哋又唔想咁麻煩咗，又唔愛翻出嚟直接，因為Okinawa唔係太遠，亦都唔係太貴咗，所以咧我哋嗌得係自己報名去，嗌得係我先交俾一個旅行團，等我哋自己愛去，因為我自己可以帶去了乾手淨腳咁樣咧，我會覺得你哋一定要去啦。呢、这個就阿 Kenny 影嘅個水壺，非常之靚，非常之靚嚇。呢、这個邊個可以裝熱水啊？是啊，我是特登有买一只俾千师傅噶。系啊，哇 ，thank you 啊，几辛苦攞，你知道冇啊？好靓，好靓，呢个就靓。嗱，呢个系个 poster， 呢个系先系 register 咗嘅先嘅节目。OK， 跟住咧睇我哋第二日嘅 event 好唔好啊？呢个就第一日 event。呢个系第二日啊？第二日咧、okay. 我哋有一个special 嘅6/1/2/3嘅 meeting， 咁样咧就哇听到冇？嗯 ，global 6/2/3 meeting。有几多个人咧？入边？成个 event 入边有200几个人。夜晚嘅几千个，呢、这个系 six set two three 有200几个啦。啊，朝头早有200几个。OK， 净系 six set two three 先至可以入啊。啊，6/1/2/3同6/1/2/3，2/3以上先可以入咧。咁样样佢开会咧就佢坐一个 corner 啊。其实当初我哋担心，哎呀，早餐唔知点样样。原来佢准备咗好靓、好靓、好精致嘅早餐，你知。天氣咁熱，拉斯維加斯佢準備好多好靚嘅水果嘅早餐，同埋好靚嗰啲早餐。所以坐喺六 corner 位嘅時候，所以我哋覺得話唔錯咧，6/1/2/3。所以咧，你哋一定要做到6/1/2/3。你哋咧一定有公司會你特別嘅招待嘅，知道冇嚇？跟住仲有咧，佢仲有一個係 special 嗰個 VIP room。陣間我有俾你啦，即係講
嗱，一般上啲六 A 咧係都冇嘅，到你做到 A 六 A 二三嘅時候咧，咁樣咧，你可以特別去早朝早嘅時候咧，佢俾個 special 嘅 VIP room， 你入去飲咖啡啊、嘆茶，呢啲特別一個 special room 係代表你嘅，俾你去招待你啊，幾唔錯啊！仲有個 special 嘅包包嘅俾你嘅，知道冇？所以呢個六 A 二三 event 咧，我想帶一個信息俾大家，師傅嗱呢個啦 ，Mr. Carr 啦，見到冇嗱？喂，我落嚟我哋馬來西亞 training 嘅，跟住師傅再落去下一張睇。我有一個信息要帶俾大家嘅材料，嗱呢個咧嗱，先啲阿伯揀啲睇到冇？嗱佢攞佢嘅衡量版嘅佢嘅包包，嗱呢個咧係佢最新嘅男朋友啊，老公啊，唔係男朋友啊呢個。OK OK OK 嚇 ，So OK， 跟住就另一個你接住落師傅先。OK， 跟住咧就第二日咧就個石星嘅時候咧。我哋梯會嘅時候咧，有一個 document 要同大家講，我哋開一張師傅行字稿，呢個先啲不間啲，佢就係我哋嘅將成個抗恩沃德帶俾我哋馬來西亞嘅人嚟噶啦，呢個係先阿謝尼波幫我同佢影嘅。嗱呢一個咧係我哋成個馬來西亞 team 去咯。其實呢次咧，師傅都想去嘅，咁師傅有少少身體嘅 medical 檢查開就爭減啲啦，咁下次仲會再去嘅。So那個頭先幾下掣啊！我 download 嗰啲相先。OK。OK。So 下面都有去 manager 啊。下面有去嗱 Thomas 啦，嗱喺度 Simon 啦，嗱 Samsung 嘅仔啦，明威啦。Sam Sia 冇去 ，Sam Sia 咧 last minute 有啲緊急事係得 call 嚟啫，係咪？哦 ，OK， 所以你有去啊？呢個馬來西亞 team 咯，呢個新加坡嘅。OK， 一下佢啊，轉啊轉。呢個係 Judy Fleming，Judy 係啦，係啦 ，Judy 係 6824啊，新加坡嘅。OK， 我就要同你講呢一個咯，呢一個咧係。Energy 好 proud 嘅，佢發覺咧呢兩年係咪佢嘅生意不斷嘅去 expand， 不斷去 expand， 不斷佢仲有會發展擴大，所以你哋要更加加油。點解咧？因為陣間我會講到，從呢一次嘅開會嘅時候，咪我哋睇到好多新進嘅六 A 二三同埋後生嘅六 A 二、六 A 二四啊，有新進嘅好緊要後生新嘅面孔，仲係新鐵嘅。呢個係講嘅全世界咧係做 manufacture of 我哋 alkaline ionized 嘅市場係咪？我哋嘅 email 咧，我哋嘅 email 即系咪系一个 billion 啊？其他啲深挖公司系咪输我哋睇清楚啊？输我哋十条街都唔止啊！师傅睇到冇个数据，睇到。我哋一个 billion 睇到，嗰日我都有睇到，我都想问你啊，到底系咩事？哇，呢个 good， 呢个哇，佢真系放出嚟啊！所以呢啲系真嘅数据啊，真嘅数据嚟嘅。即系讲我哋可以同大家好 proud 同你哋讲系咪？各位夥伴，你做嘅 Energy 個生意係咪係世界 number one 嘅一個電解還原水公司？你會好自豪，因為我哋創全世界嘅市場係咪？我哋係 number one 霸佔呢個市場 ，and 啲口碑好好 ，and 啲嘅銷量係同一般上嗰啲深挖講到點樣嚟同我哋打擊我哋啦，同我講點樣打擊我哋啦？點樣同佢比較咧？事實勝於雄辯，係咪？佢輸我哋幾百條街，睇到冇？一个 million 同五个 million 同最高个六十 million 争几年，你知道冇一样嘢啫冇。所以咧，点解我发觉好多人做下唔可以坚守，做下又受到挫折唔可以做佢，我都系好嘥英咯。因为呢个公司咧做讲样嘢，嗱你都知我哋深挖之前做过好多工，尤其是我鼓励下深挖啲新嘅人，你哋一定要加油，快做上最少做上六一二三，你会享受到好多公司嘅优惠，同有好公司嘅好非常 VIP 嘅对待，系知道冇系咪先？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哋未今年，你喺有啲做開兩年三年仲未上六 A 二嘅話，就要 M 六 A 二二，六 A 二嘅話就要快 M 六 A 二三。咁你 M 一打擊嘅話，就要點樣要帶向個組織佢啦？呢個係一個數據嚟睇，你係 case 世界最點最頂尖嘅一個電解公司，同你一齊跑市場。你跟住呢個攰頭行嘅時候咪，你跟住呢個 flow 行嘅時候咪。你讲顺风顺水顺势嘛？你跟住呢个势行嘅时候，咪你一定丰衣足食，饮到盆满钵满，子耶稣都会保佑你。OK， 好，第二个呢张号，所以嗰个系 under 6823 meeting 嘅时候，佢哋放出嚟噶。
系啊系啊，平时咁冇呢条今年落过话啫，呢啲系 Zoom meeting 系讲到比较好确实嘅数据，仲有讲到比较啲咩嘢啦仲有佢讲一样嘢，佢就新出一个新嘅 system 咧，强化我哋嘅 support 我哋嘅咩？我哋嘅嗰个，你我哋而家个每一个我哋一个 app 噶嘛，我要做网上嘅 support， 同埋俾你网上，依家咧佢已经出咗开，你依家可以即刻网上注册，你 anytime anyway。邊度都可以 on the spot， 你一傾到人就可以做 sponsor， 可以做 recruiting 啊。佢強化佢成個入邊嘅 system 咗，去開佢又講到出嚟開個加強呢個 system 去嘅。好的，大家聽到啊？師傅 Alfred 是講什麼東西呢？就是在以後，是不是我們不用再填 form 了？你在任何一個地方，你去到門大甲，你去到那個勞，是不是你就直接可以簽人，可以直接全部的東西在網上可以做得到了。OK， 这个就是 Energic 他们要跑的那个方向啊，所以所有的东西不用填 form 啦，不用什么，直接签上去往那边，是不是之后公司会安排送货给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 Energic 要走的方向哈。OK， 呢个咧，呢个好啊，呢个呢个咧系教我哋咧点样去 train 我哋成个嘅成个 team 啊，我哋嘅 team 嘅 spirit 去点样 be a good leader， 点样再 train。我哋要 train 翻好多 trainer 出嚟啫，冇我哋唔系成 train 好多嗰啲就系 user 去做嗰啲嘢，我哋去 train 嗰啲 trainer， 嗰啲 trainer 仲亦都可以再 train 翻你下边嘅人，佢又教我哋成个 team building 嘅呢个 step 嚟嘅啫，冇佢又讲解初成个嘢系咁样讲解咯，即系讲我哋去 train 多啲好多啲 leader 嘅人出嚟，你带动你嘅团队。边个帮我哋打字吓？我哋嚟翻译一下，一二三四五啊，睇下边个可以帮我哋写中文字喺嗰度嘅边个？有冇？有吓。第一，你如果我 team building 嘅有五个 step 啊，五部曲啊 ，for 那个团队训练啊。Number one， leave ego at the door， 把你的尊严放在门外面。OK， 尊严很重要，但是今天不是拿那些尊严，不爱 say I mean 啊。所以那个名是不是放在门外面就好了，不要带进来。OK，Number two 要有非常非常强的信念 ，belief。OK， 信念。所以相信公司。我要停一下，这边打断一下。一路来在出现在鬼怪里面，在你的领导里面，我们时常都告诉我们大家有要很强烈的信念，这个是我们时常都有强调你们的，这个是说。你要真正的相信你这些，因为公司已经切切实实做给你们看很多数据了的，你们一定要很强的信念，这个是肯定给你成功，肯定可以帮到人的，这个是我公司所讲的东西，所以就说我们才有这个 strong 这个信念的话，你会挫折，因为你没有强大信念的时候，当你到挫折的时候，你很容易倒下来。OK， 很强的信念哈。那么第三呢？师傅 Alfred， be a good student， 就是说你要当一个很好的学生，当你好个学生的时候，你学了东西，你要把它 copy 下去，复制下去就好了，先学了才可以复制，对吗？OK， 好，那第四呢？ be a good leader， 那么到时候你要做一个 leader， 那个 leader 的话，你要有领导，你要有远见很多东西是说很多东西你要以身作则，你要再出来的时候去讲课，你要帮下线你要帮下线，人家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要看的东西不是看在眼前，做 leader 的话就是说你要带动嘛，你带动的时候你就不能让你的下线的 one eight way 的斤斤计较，你把它跳出那个框框，你要成一个 leader 里面你下面肯定有人的嘛，是不是？当你做了 good leader 的时候，你要催你的下线也像你的方法做一个 leader， 这个是要好好的叫做 team building step。好，第五呢？你要 train the trainer， OK， 把他 train， 当你自己的时候，你就把他 train 他变成 train 成你那些吧 ，train 他变成他可以在教育下面那个 trainer。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领袖哦，不要说我不可以哈。不可以是今天的事情，但是你肯学习的话，我们会给你机会的啊！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 leader 啊！我们以后的 training 会多多机给机会你们。好的，来继续下去来，欢迎海马师傅。可以吗 ？OK， 可以啊。
啊，这个咧，哇，呢啲入边嘅嘢，入边嘅唔使讲噶啊。呢、这个我冇有讲，我要俾你睇下，知道诶、下一张系嗰、那个嗰、那个六一二三嘅 meeting 啊。呢、这个系我哋我哋咧，呢、这个我哋 present 得，呢个唔可以讲，呢、这个唔可以讲。下一张啊。啊，嗯、最紧要咪我个 video 啫，个 video 啫，咪啫。等紧先啦。佢、okay, 啊，我哋行过睇过下。嗯，冇啦，我心机入俾你开噶嘛。系啊系啊，但系佢唔出啊，而家向 computer 行。OK， 呢个望住先吓。OK， 呢个阵间先啦。呢个一个古仔嚟噶，呢个一个古仔嚟啊，嗰啲啊。唔系，我要讲出呢个头先我 send 你，我有 send 到俾你啊。第 day two 嘅时候咪一个六一二三嗰个 video 嘅，你可以开出嚟冇？我想俾你。我睇到一个 video， 我睇到一个 video。呢个咧？呢个系咪机？呢个唔系，呢个系阵间我要讲嘅古仔。OK， 所以佢过嚟呢个呢个咧？呢个 video 咧？系咪？啊，就呢个 video， 呢个 video 就系六一二三 above 嘅 meet 嗰啲人嚟噶啦。我想俾大家睇睇样嘢。有声音冇？有声音冇？你听到冇？有声音嘅。OK， 你有听到声音吗？有。你有冇全世界嗰啲六一二三 above 上嚟上嘅？我拉你实下，听得啦。香港嘅啊，戴帽係咪 Winnie 啊？啊，托莫神係啦。OK OK， 所以呢個就係 Day Two 嘅，我俾你睇開噶。跟住你另外接著落就係 Day Two。O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你 Day Two 係咪 ？Day Two 講到重點係咩啊？講到重點，頭一個重點咧就係、是、教我哋咧一樣嘢點樣樣啊個 team building 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個 day two 咧又同我哋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全世界嘅時候咧，我哋係叮噹碼頭啊，係真係好緊要勁啊，唔係講得個吹水講。數據證明全世界我哋係一個 number one 嘅電解雲熱水公司，所以你做嘅時候你會覺得好大嘅，好肯去搞去做。所以我哋要增強信念，對嗎？增强信念，加强自己，做好下线啦、啊。咁样啊，顺便买一个广告先，得唔得？可以啊，即刻买广告先。如果你要成功，唔可以 miss。如果你要成功的话，你不能 miss。OK， 这个我们一年只有做那三次而已。这个就是我们的 MKW Mandarin Candle Workshop。如果是你知道吗？你如果注意到 Energy 是很少中文的。所以如果是中文的大型的都是我们自己在做的，这个是 MKW， 所以这一个是上一轮的，是不是200多个人是在CDT Hotel。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是星期，也是在星期天8月20号，快点把这个时间写下来。 OK， 那么这个票是怎样买的呢？这个票早鸟是80块。 OK， 10号最后一天80块的，如果是普通票就100块，如果你是当日就120块的。那这一个是 special 给所有的那一个我们的True Health 的 Gaki 哈，我们自己的 True Health 的朋友哈。OK， 但是呢有一个这一个 poster 有一个东西 miss 了，有个也 miss 了，你懂？有个 poster， 你种 poster 有个也 miss 了。OK， 我起立给你啊，如果是 Y。我们这个是 special 给 True Health 的，但是如果有其他的团队他们要加入的话，他们要参与的话，你跟我们讲，跟领袖讲，我们是欢迎他们的。不过他们是给原价120块一个人哦。OK， 所以注意一下，如果你们有其他的团队的，你们不要直接那边买票了。我们这个票，我们的 discount price 是给我们自己 True Health 的会员才是80块的。 OK， 所以这80块要怎么样买呢？你要跟 6A leader 买，因为我们不一张一张买，你要去跟你的 6A leader 买。再讲了一次，跟你的 6A leader 说你要来，你要多少张票告诉他听。10号是最后一天，那么如果是有外人的话，不是我们 True Health 9.5 的会员，他们要参与的话我们也欢迎，不过就是120也是120块哈。好，那一个就是终点啦。OK， 来 continue。咁呢个啊系第二日做系咪啊？一日。喂 ，Alfred。
OK， 我讲啊，再 send 翻头先一个后生嘅靓仔咧，一个六 A 四，一个贵佬啊。讲翻呢个啊，系啦系啦，呢个六 A 五 A 三系咪？你知佢开头做嘅时候咪啊？我一下忘记开，佢咧走去派水派开成几系啊？我嗱 brought over 40 people to a group 啊 ，to the group demo 啊 ，no sales， 佢带开40个人去做 group demo， 一单都冇做到。但今天已经是 6A 5 是一个后生仔的很靓身材带埋个老婆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啊就我send了一个很靓身材的哇那个真的啊你看到那个是谁啊是啦、啊、这个七个月才做到一单销售。是啦、啊、是啦、啊。是不是他来的也都是他来的。是啊是啊是啊。是他。所以现在今时今日已经是 6A 5 3了。啊OK， 你讲咩咧？嗰句话，Leaders are born at events. All of my big breakthroughs have come from attending events. 啊，大家朋友们，啊，翻译啊，领袖是从大机会那边生出来的。他说我所有的大突破呢，就是因为有去参与 events， 对吗？所以这一个东西是不是要大家要记清楚哦？如果你很会卖的话，你很会卖坎哥，你很会做 demo， 你很会做拿那个 detector 来滴滴滴的话，是不是你一定可以做到 sales？ 但是你只是在做销售而已。如果你想要有团队，想要有人参与你的，如果你想做一个领袖，如果是你想要有被动收入的，你一定要学会利用 events。Events， 因为只有在 events 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人、这些老鹰才会看到东西？对 ，OK， 要带人去 event 哈。师傅，你讲得啱，因为咧好多上级嘅人系咪？我要同在座，我一想和大家在座的每个伙伴讲，就说你们一定 attend event 很重要，因为很多他们在上台分享的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小 event， 那么他做了很多小 event 的话，还说那个大event才非常成功。我发现我们这边有些团队，他们不积极参加那些小event，他们就看不到这一点。因为很多leader上那些阶级的时候，他们是做了很多很多，有些event是成功，有些event是失败的。我们这边刚才这边有，其实我其中哪一个罢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做了很多场event的。你看有大event，有小event的。我只是告诉你，你只是会做个人销售这个环节，你永远我可以和你打赌，你永远永远都爬不上什么阶级，因为你下面没有人，你没有做 event， 所以说做 event 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只会做自身的销售的话，我会给打赌，你到十年你的 ranking 都是这样，因为你买来买去都是你卖上来的。当你卖上了，你下面没有人的时候，你将去跑你的组织，你就卡在那边，不能再跨国做得更大，你的事业寿命不能跑得更远更长的。你看我和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出销和那鬼话，因为如果我在 ACG， 我就是不断除了有个人销售，我们就是做 event 的。从这个大会里面我看到很多东西，他们做很多很多 event， 其实我们跟外国比，我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就是很夸张，他们 event 一做有些几百人的。你看有时候我们做 event 一些二三十人，他们都不积极参与。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销售有时候会很好有时候不好，就是一些 leader 他不能做出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他不要成为你的，他不能成为你的。当然这个是你的本 你自己喜欢，但是你肯定是在这个事业里面，你拿不到更庞大的收入，更庞大的一些更加丰裕的一个事业。来继续下去师傅，我时间够点不够你说。好好好，你记住了 OK， 来收过来收过来 OK， 跟着下就是这个 special event， 这个 special event 是曼克的。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公司里面时常有举办Daily Show Contest 啊 ，Top Ten Contest 啊，你一定要跟住 Okinawa 嘅更加要参加。当你参加到嘅时候呢，这个 event 呢系 special 俾嗰啲咧 special invite 嘅 guest 啫。那么整个 event 里面才有差不多200多个人，他的食物我忘记拍照，他的食物是非常非常丰富，很好吃。这个是 private party。你有可以跟很多世界名人的领袖跟你拍照，包括 Mr. Oshiro， 这个是 Mr. 七七的。哎，放两回了，别过来。哎，我进不了。这个
呢个呢个系师傅噶咩？呢个咩名？我下星期日。呢个系 Romy， 这个是 Romy。如果你们知道谁是新加坡甘地的，这个 Romy 就是他的上线。OK， 所以你要成功的，你要成功的话，就要会抓老鹰。所以 Romy 就会抓老鹰，抓到新加坡。他们做老鹰都是在医院那边，你看到 Sam 不断搞大医院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医院都从小医院，因为 Sam 大医院是搞花很多钱，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医院，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反攻啊 ，training 啊，公司的宣传。那这个是以前这个 party man 整个的，这个就是个美女，这个是非常棒，很快就上了 6A to dance， 就看到漂亮吗？他上台哇。走啊！哎，师傅，冇放咁大个张相，唔可以放大咩啊？呢个 OK， 呢个系呢个 special event， 所以咧，我觉得唔系。呢个系 Elida Fish， 系啦，全世界啲国际领袖咧就喺呢个 special event 睇到啊！你会觉得你自己系咪不渺小？因为你做一个马来西亚的生意里面，你可以跟全世界的 leader 共同在一个地方里面吃饭啊，共进晚餐。还看到我们的老板，这个是非常的荣幸，还有非常的什么东西，非常的兴奋，还有看到非常整个事业里面，你看到他很澎湃，你的什么，你的事业，你的事业心啊，是非常的澎湃，非常的热胀起来，看到吗？这些都是在里面。还有啊，你看到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上台里面的时候，还有特别的表扬他们，每一个都拿到一个金牌。还有一个是那个吴宽，全世界他拿了多少钱我忘记了了，公司发了他一个奖金，好像十万块奖金，我忘记了了。没有，你们每次都问啊，每次都问 Mr. Oshiro 有没有儿子呢？这个就是他儿子，他儿子是有在 Inagic 做工的、啊。他儿子是有在 Inagic 里面做工的、啊，不是没有做工的。OK， 有他，只不过我们知道 Mr. Oshiro 而已。有，他是负责姜黄，他负责姜黄，姜黄啊。啊，我有拍照，他是负责讲话，负责讲话，等下我拍照了。啊，这真正的 Jennifer 跟 Kenny 他们去跟我们老板拍照，尽量去跟我们创办人拍照，因为这些都是你很好的 profile， 而且这个都是你改次开会都是很好的 profile。你跟你世界的亿万富翁啊，你和他们拍照放在一起，你跟世界的全世界里面。都在出巧。好的。我们继续下去。Daniel DiMacali 我看到。Mr. Oshiro 的儿子。这个 Mr. Oshiro 的儿子呢，他管理了整个姜黄的 brand， 他是 Wukong manager， 他管理了整个 brand， 整个 brand 的 packaging 啊，他的生产啊，然后他的方向，他一个 counter special， 最后你去的时候呢，他有给一个 special 姜黄的 special 的 packaging， 你一as a dog， 他可以进来拿的，知道吗？所以呢，我差不多拿了有几盒过回来。哦，这个要讲啊，这个呢丝巾呢是限量版丝巾啊，这个丝巾呢、这个丝巾靓唔靓啊？这丝巾啊，哇靓哦！啊，这个丝巾呢就$35一个咧，咁我又就讲特别，我又买咗成十几条翻嚟咧，俾嗰啲六 A 我啲 leader， 所以呢个丝巾咧系非常靓，你可以点样戴都得噶，呢个系我哋嘅丝巾嘅 model 吓。丝巾 model， 靓。嗱，即系跟住仲有呢个咧系丝呢个嗱，所以佢大会咧有好多。唔係，佢好大會咧，有好多特別嘅禮物嘅。嗱，呢一個特別嘅產品，頭先仲有一隻師傅，你 roll 緊嗰個只個章，係出唔到你啊？呢一個係佢嘅包包嚟嘅啊！呢、這個包包好好用噶，呢、這個 Elite 包包咧可以放腰間，入邊有好多暗袋嘅，知道冇？誒，呢啲放 demo set 啊？呢、這個啊，你可以放細細嘅 demo 啦，放 beauty water 啦，亦都係放你 pass 啦，好方便用嘅呢、這個，知冇？佢有兩個顏色，黑色同埋咩啊？呢、這個就係個 special 嗰、那個。special 嗰、那個VIP room 放我哋6A23噶啦，VIP people 朝早去引喺冇 VIP line 喺度冇嗱，人哋冇噶，所以你係 VIP 你坐喺入去度食嘢啦，係呢一班人我哋成班人嘅啫。
呢个系咩 hotel 啊 ？Mirage Hotel 入边嘅 convention room 入边一个哦。好，你哋又系住 Mirage Hotel， 呢个都系响 Mirage Hotel 入边。OK OK。系个 VIP lounge 咧，嗱，今次参加有三千几个人啦，数咪数 VIP lounge 系一小部分啦，可以邀请 VIP lounge 啦。嗱，咁佢俾一个手术随便嘅你啦。跟住咧，朝早开会嘅时候咧，又特别嘅贵宾室招待你啦，大家加油啊！OK，OK，收下先啊，OK，阿師傅，請阿師傅，陣間呢一個咧，你就可以放俾大家睇，係呢個阿Kenny錄起嚟嘅，成個差唔多要ending嘅時候咧，成個嘅celebration嘅event，其實成個舞台咧，你諗下我哋馬來西亞咧，就係一千幾個人咧，已經好大開彩，坐呢個我哋嘅新尾嗰個convention centre，佢呢邊有成三千幾嘅人係嘛？佢嘅舞台同埋佢嘅 stage 咧，系我哋嘅三号。咁你边睇？师傅生咗先。O K， 呢个阵间我先开啊。啊，你阵间开，我要将两个仪，我将两个嘢带出嚟先吓。O K。跟住吓。好。啊，最尾呢个帮放一个，因为我九点半一定要 click 咗。O K， 都阵间呢个阵间我放，等我放。啊，等你放。呢个系呢个呢个就 special， 呢个就 in 嘅呢个 time， 所以系咪我鼓励大家？每一次好都好嗱，呢次 Okinawa 你哋開始要準備子彈咗，儲啲錢，因為有好多 special 嘅 gift 你可以買嚟鼓勵你嘅 downline， 你帶翻嚟俾佢睇。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你會同好多 leader 影相，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你會同人哋 present 嘅時候咧，你可以展示到你公司嘅嘢專務。跟住過後開咧，我再要講一樣嘢就係陣間咧，你就會見到嗰個係第三日成個 celebration 嘅時候，新馬人講曬嘅時候咧 ，Mr. Oshiro 上台咧啊，又慶祝啊！又打鼓又唱歌呢啲咁嘅嘢咯，跟住最尾咧，我同大家讲就一样嘢就系嗱咁样样咧，就我唔知道大家做演艺之系为喺乜嘢啦。咁样样我已经踏埋上开差唔多接近要大上十年咗，所以我要为一个要鼓励嘅大家一样嘢就系呢个公司除开攞到一个好嘅团队，好似嗱同 Two Hell 啦，我哋成班师傅教落我哋心巴比较真性情。当然啦，人嘅生意一定有磨砺，有啲咩啲正常，因为毕竟系人嘛。但是呢我发觉得很多人中途离开的呢就是很可惜啦，因为不见到这个黄金一个大黄金一个大黄金大水喉。另一件事我想要讲一件事就是呢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势是不是没一个行业好像我们这样还可以行得这么长远更加好。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现在即是一个好的公司，你要把握它 and then 今年你好好要跟你的 leader 讲，True Health 一定會安排開張，俾你知道有個 guideline， 或者係乜嘢，你哋可以自己去，或者我哋安排咩去嘅，去 Okinawa 明年嘅去，因為呢啲係你嘅生意、你嘅使命同埋你應該要做嘅責任，將你嘅團隊帶落去。通常我覺得我哋咁多年啦，我打咗咁多嘅 leader 過去，好多 leader 做過開咧，佢都好 stable、好穩陣啦。所以咧，我嘅嘢就要結束到，因為我九點半我要出去再交貨俾你。所以我将我做咗三个 video， okay， 我交翻俾我哋嘅师傅签下。仲有五分钟，仲有五分钟，问你多一个问题先。如果你去总结啊，总结，你向呢一次呢个 trip 系咪你睇到咩嘢？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取嚟去有什么不同 ？OK， 第一我会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是说，组织是很重要，你要往下带，因为如果你没有组织的话，你不搞组织，你不搞 event 的话，就是。你永远是卖来卖去，你是做的不是很大，因为我们看到外面的市场，他们很 huge， 你们说哎呀很难卖，他们做的整个很大，越做越大越大。全世界里面啊，印度、美国的生意啊，它还是不断的在发展，还有越南的生意不断发展。那为什么我们还是做的不好？是我们有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看不到发展的，因为我们还是用我们的很多方法，做 personal sales 啊，做一些小组织，更多就完全不参加了的。这个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们要上阶级的话，就是 Cora 有告诉我，我们一定要往下带。很多人为了那个下线没有了分数的时候就不往下带，你就卡在那个组织。你看到线下每次搞个组织，你们跟他几百人、几千人都不知道是谁来的，但是他都是说就是带这个组织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像的雄心，你才做得很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人的生意，你一定要看得远一点。
他也是有告诉我在那个群里面说，人世间的时候肯定会有摩擦的，我们要想清楚，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啊，创事业，一定要很多事情要放下你们个人的私人的恩怨，或者是不要用你的脾气就要跟你的下线去顶，因为这个是你肯定不会再成功的。这个是 Cora 告诉我，他说为什么他跑得这么快，他说因为他们之前也是有一些你的里面有一些纠纷，但是他们也是告诉大家很清楚的脉线，你要来这边是做什么，你是求财还是求气，你是求财的求气，如果求财的话大家配合怎么样 match 去做这个生意，如果你求气的话 sorry 你可以 quit， 因为我们这个就不是搞政治，不是搞 politics。 最重要一样东西是我们马来西亚呢，是一样东西好处，就是我们刚刚出 M 家是马来西亚开起的，它有困苦在我们这个呢，是重新再给一个再起飞的，因为马来西亚已经坐在这里有十年了嘛，那 M 家刚刚坐我们马来西亚 launch 嘛，那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是给你再起可以去起飞的，所以我去美国的时候呢，我都买了一台 M 家给我的美国的 downline 去，所以我总结来讲一样东西，继续努力继续冲，这个生意呢给你一个美好的人生，帮助自己帮助人家。好，最后一个问题 Alfred 不给你走得 OK，现在你一个月是不是是做100到150台啦，即是 Alfred 差不多，差不多150台，好，100多台。 Alfred 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如果你是成功的时候可以做多少台呢？我觉得如果一个成功的 Alfred 不同的想法应该可以做多少台一个月？我在最准上我要300多台，我觉得以前我刚刚进来的时候300多台是打底的，所以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组织我们的团队，我现在我是实际上告诉我的团队说，要的话我们的求财的话我们的志同道合，不要的话不要紧，我会把你放在另一边，但是你还是继续我团队，我会再找志同道合再重开很多会，把那些老鹰找出来。OK， 不是只是要帮干而已啊，我们要有事，要有事在的 ，OK。所以 ，Thank you, Alfred. OK, Thank you, Alfred. 谢谢大家， okay, 你好，拜拜。All right, OK, OK, OK。好，来，我们继续啊。所以这一个东西是重点，因为我就是要问他这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人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云南就要成功，成功就是什么意思？成功的话就是要有帮干，对吗？所以很多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成功就是帮干，不是的，成功不一定是帮干 ，OK？ 成功如果是你帮干有的一个技术，但是你是没有组织销售的，你是没有 group sales 的，你是没有 group sales 的话，那是怎样？那是怎样呢？也就只不过是空客而已 ，OK？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是不是就是要有一个事，在有一个事字的人啊？OK， 所以如果你们是现在是 Alfred 他说他要做300台一个月，但是我们在做的呢，你们先不要这样子想 OK， 如果你是年轻的，你是刚开始的，那么当然你现在就要往你的那个 6A 去跑，你们也知道如果我们要到 6A 的时候，最后一个月我们要上 6A 的时候，如果你要赚那个3000块美金的话呢，你就要有10台机器，对不对？这台机器 MGAT 算是半台啊，但是如果是机器的话是不是要有10台的，那么你所以你要有一个梦想，就是10台就是正常的，不是只是要升 6A 的时候才做10台，要有这个梦想 OK。 你要怎样有10台呢？一定要有团队啊，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跑的那个方向咯，有团队，你下面是有一些做 part time 的也好， full time 的也好，或者是安迪帮忙介绍一下也好，这些都是你的那个销售，你的 sales 的来源哦，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group sales。group sales 先做10台，做了10台之后，你想办法怎么样做20台，怎么样做20台呢？所以你下面要有一些比较稳的那些人啊，所以小领袖 ，OK， 20台之后是不是做50台一个月？50台之后你才想100台一个月，100台一个月之后你可以想200-300台一个月了。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做过来的 ，OK。所以你先想一下看，你要怎么样做10台呢？一个月，你要怎么样做10台呢？你如果只是去销售的话，你可以一个月做10台，没有。所以你不需要做到大，你要从小的时候就要知道那一个概念了，不是要做到大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概念啊。
不要说你不明白哈、哦，现在已经告诉你听了。如果你要做长久，你要有被动收入的话，你一定要有团队，你一定要有团队。所以我给你们的 challenge 是，哎，我要怎样做设台啊？一个月，我要做设台，要设台的话，你很好啊，这样你就要有很多很多那些whether 他是 part time 啊 ，full time 也好，或者是只是介绍的那些案例啊，都好，这些是不是都让你可以成为设台的？从设台开始 ，OK？ 好，那么我们再回去听一下这个，所以不要忘记团队要怎么样找到团队，要找到这些外来的这些。我们讲这种 business partner 呢，你就一定要利用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这些，我们每一次所主办的这些这些活动，你就要定那这个 MKW 是非常重要的。MKW 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会主打些什么东西呢？你来的时候，你这是第一次啊，我们这个 MKW 会有 Kangen 加上这个 MGAN 的，啊，到底是 Kangen？还是 MGAN 呢？我们要讲还原谁还要讲 MGAN 呢？不是的，还原企业坊是跟你说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个企业啊。如果一旦再多五个产品的话啊，难道我们就要每一个产品要讲三个小时吗？不一定的，不需要的。 OK， 我们产品有学习产品的那一些时候，那些时候是我们去学习，但是这个是来看这个企业的，明白吗？所以这个企业不是来这边学习啊，只是学习还原水有什么好，这个我们平常都可以学习。 MGAN 呢，我们平常都已经有很多的了， OK。 所以在还原企业坊里面会讲到还原水，会讲到 MGAN， 但是给你们知道，给你们那个信心，这个产品它的那一个重要点是在哪里，让我们都可以抓到那些重点，然后后面就是看这个整个的企业。所以在这一次8月20号的话呢，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小故事，会有很多的领袖出来分享他们的小故事，你也会看到有很多我们也会在趁这个机会，是不是去表扬一下最近这几个月他们所有生计的这些领袖了，他们最新的领袖，这些呢都很重要。其实呢，一个人不管他是神六也二三也好，六 A 也好，五 A 也好，三 A 也好，一 A 也好，是不是？其实都需要表扬 ，OK， 我们会趁这个机会来表扬每一个成就，就算是小成就，它也是一个成就啊，它是一个开始啊，对不对 ？OK， so 早鸟票是80块 ，OK， 这是不包午餐的、啊、哈，午餐的话我们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因为在密别里很方便，给你们一个小时多的时间，你们可以自己去吃。那早鸟票是80块，怎么样去这个？买票呢是经过 6A 哈，不要一个一个人啊，你们的 6A 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去还钱了的啊， 6A， 所以你找你的 6A， 经过你的 6A 或者是 6A2 啊，经过他们去买你们的票 ,OK, 然后他们会上来。那么如果有这边有几位领袖已经在这里的 Jennifer, Yenny 啊，这些呢我会邀请你们啊，当时到8月20号的时候也是上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是其中的一些你需要。所以这个我们也会利用这些时间来锻炼出新的这些领袖 ,OK? 所以记得早鸟票是80，普通票是100，当天才来买票的话就120了。那么如果有不是 True Health 9.5 的朋友，其他团队的也欢迎，因为反正我们是在酒店里面做，我们虽然是 True Health 自己本身的这些资料我们也没问题，如果他们要来学习的我们是欢迎他的，不过他们的票价就是120块啊。如果有不是 True Health 的人要参与的话，他们的票价是120块，所以这一个要注意一点哈，这个我们80块只是给我们 True Health 的自己的会员哈。OK, 好，来我们回去看师傅 Alfred, 最后还有三个 video 哈。我们还没有机会看。OK, 我们看这几个 video 啊。这个已经看了。
耿耿水喝了没啊？啊，耿耿水喝了没啊？会听，会讲吗？日本话。So one, two, three, happy birthday!